上一集，这是第二集啊，也就是我们在完成正身这一部分的时候织的是星星针。那么星星针也要往返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上集留了一个悬案，哈哈，要在这一集公布答案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边沿的部分啊，你这不是130针织的是星星针吗？对不对？边沿的这一针大家一定要记住啊，不要给它每第一针都要织啊，不要织第一针，要把第一针挑下来不织，然后把长线绕过来从第二针开始织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但是这个长线绕的方向啊有学问的啊，你绕的不对依然不平展，不能像这个这样平展啊。所以大家要，你可以往前翻一下啊，翻到第大概是一个半月之前，我给大家专门录过这样的教程啊，是手把手教你的，是一个绿色的支片啊，支片给大家讲解了边沿怎样来绕长线，才能够使得边沿变得非常的整齐。大家可以翻到那一页啊，翻到那一节，找到它的方法啊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小秘密啊，就是边针啊，不要给它织，要把边针的第一针挑下来，不织啊。有同学老说，那你老挑还不织，这边不就烂掉了吗？一看就是大新手啊，新同学啊，那是因为我们反面的时候，你在完成的时候，相当于它的反面，对不对啊？完成最后一针的时候，那不就是它的反面吗？最后一针你得织啊，只说第一针挑下不织，那最后一针你翻过来一定要织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130针啊，我们往返往返一直向上织到这儿，高度18厘米。顺便给大家量一下宽度啊，这款衣服它的腰围36、72厘米，但是啊，如果作为套头的话，72厘米还可以，一个标准身形，身高1米65，体重88到95斤之间的亚洲女性啊，如果套头的话可以，但是开衫就不行。为什么啊？如果是开衫的话啊，略显着这个位置有点窄了，有点瘸了，理解了吗？啊，所以大家啊，如果你是标准身形，你是1米65，你88斤，这个针数啊，你完全没问题，可以啊。但是如果稍微重一点、高一点的姑娘啊，你一定要考虑到这一点，明白了吗？啊，至于这个位置，一会儿我们要怎样给它安排成一个符合你身形的针数，你一定要等所有的啊编织方法讲完之后，我还会在最后一集讲一下它的拓展的部分啊。有同学说，老师我太喜欢这衣服了，但是我又高哈，又比模特重，那么我要织这款，我的针数要怎样安排？我130斤哈，我胸围我量好了啊，我96，那么如果织成一个96胸围的衣服，我这是怎样处理？等等，都会放在最后一集啊，给大家说。好了。我们往返将星星针向上织到18厘米，从这位置算起，哎，是18厘米吗？来看一眼啊，啊，啊，是的，织了18厘米啊，我们就来到哪儿了？来到了腋下的部分啊，腋下的部分，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了什么？前后片的分别针啊，分别向上织了，也就是采取分针的方法，将三部分往返分别向上织啊。那么要怎样来分它的针数呢？同学们看啊，总的针数我们在它的后背片的部分啊，一共130针嘛，我们在后背片的部分呢，一共给它安排的是56针。有同学说，哎呦，针数真少，这衣服我怎么穿呀？要记住啊，星星针它是仗针的，它可不是2针1厘米啊，它才1针多就已经1厘米宽了，明白了吗？啊，事后我会帮大家算好的啊。后背我们留了56之后，左右前片各多少啊？各37针。然后怎样？然后我们给它哎留好之后，这56是它的后背片啊，我们搁在后边啦，看。这130针是这样分配的，然后怎样？然后我们就要分别织它们了啊。如果分别织，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动作啊，使它将三部分隔开。谁呢？剪腋下。腋下怎样剪？首先，我们要在腋下的位置啊，37针的边上这儿取5针，我们要将这5针怎样？给它一次性给它收掉，平收5针啊。
另外一侧也一样，另外一侧37针的这边也是平手5针，后背片也一样啊，也是5针，这边也是5针，明白了吗？好，收完了5针之后，实际上啊，你还有向上这样的一个减针的动作啊。我们需要怎样？每两行减一针，一共减多少次？一共减5次，就是隔一行减一针，隔一行减一针，给它减5次，理解了吗？好，两边都是这样，甚至包括你的后背片也是这样的减针啊。看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剪完之后，我们后背片剩下的针数往返直接向上织，高度织到多少？高度一共织到18厘米。这个高度是从你腋下分针位置算起，一直到向上边啊，这个高度18厘米啊。好了，这儿完成了之后，后背片织够18厘米了，留1米的长线剪断，然后将两边保护起来，系上皮筋不要掉了。然后我们来转战到前片来编织啊。注意了，前片减针的方式呢已经说过了啊，这样的减。那么你减完以后剩下的针呢，跟后背片一样的啊，也是往返往返向上织，但是我们只向上织了多少？10厘米，明白了吗？从这儿到这儿我们只向上织了10厘米的高度，然后怎样？然后我们就要给它减领口的位置了啊。看，整个减这个地方，那么这位置是怎样剪的针呢？首先来说啊，我们要取这边的一侧给它平收，哈哈，这次是平收啊，收掉，平着收掉11针。注意平收的时候不要太使劲的拉扯线啊，不要使你的边沿太紧，租在一块儿了不可以啊，一定要松一点平收，一般平收都收的是平边，弹性很小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。哎，我看是需要平收吗？啊、，sorry， 同学们啊，不要平收啊，平留啊，平留啊。我以为这个领子是后期什么的呢？后期完成，实际上不是，它是挑的啊。平留啊，同学们，尽管我写的是减11，实际上是留下11针，然后这11针给它穿在一根线上，系好了，不要掉啊。然后在它的侧边这儿，我们要进行减针了。怎样的减针规律呢？我们需要每两行减一次针，一共减几次啊？一共给它减每两行减3针，减一次，明白了吗？每两行减3针，减一次啊，同学们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每两行减2针，减一次。你可以理解成隔一行啊，也就是隔一行减3针，减一次；隔一行减2针，减一次；隔一行减1针，减一次。理解了吗？好，这边减完了之后，我们来到另一侧啊。另一侧的减针和它一样，也是将这边的11针给它平留，留着，方便我们下一步的挑织领子。